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今天介绍《屏风山出同门》的最后一集。我们从营地出发到奇莱南峰三角点，回程拔营往天池三岔路，经过南华山，从南华山下观披八表的四岔路。四岔路呢，走到花莲同门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第五晚住宿的地方快林保线所。在沿途往下走呢，就会第六天出同门，经过奇莱山庄，也就奇莱保线所。粉红色路线呢，为地形河道旁边坡破碎，影片到时候会介绍。经过时要非常的小心注意。最后呢，会出天长隧道。天长隧道呢，要注意没有讯号，所以呢，如果要请接驳车呢，请带卫星电话或事前跟接驳车联系好。这边补充说明，光披八表四岔路为光披八表到天池山庄，第二条呢是光披八表到兰华山，第三条是光披八表到仁高安东军，第四条呢是光披八表到仁高月里，也就是我们这次走了花莲同门。那我们从奇莱营地出发，往奇莱南峰。那我们抵达了奇莱南峰，追奇莱南峰日出。奇莱南峰重复走了好几次，这景色让我舍不得离开。所以我们从奇莱南峰下山，返回奇莱南峰三岔路。到天池三岔路，现在位置在天池，也是天池的营位。那这边也是三岔路，那这边右手边呢，就是往天池山庄，中间这一条呢，就是要往南华山，那这边呢，就是要往奇莱南峰。那我们就要走南华山下光背八表。抵达兰华山，这栋兰华山下观披八表，这路段呢，雨天的话会非常的湿滑。南华山下来，往直接往
光屁八表。远望人高山，近看观琵琶表。抵达观琵琶表前会经过电塔。现在从南华山走下来，到了岔路了，前面就是光披八表了，就是指示牌。那右手边这条路呢，就是往天池山庄；左手边呢，就是往能高月岭跟能高安东军。好，这边指示牌。从左手边呢是天池山庄2 K， 15 K 是屯园登山口，那我们这次要出同门46 K。那前面就是光披八表。那我们现在要是前往光披八表看一下。75公尺。那右手边是光披八表，左手边就是人高月岭跟人高东军的岔路。到光披八表了。光披八表。好，我们要走人高月岭了，右边就是光披八表，左边就是人高月岭步道。那这边会有个东西挡着，机器啊。哇塞，高祖往右边，往右边走，就是人高岸东军。那我们今天走人高月岭，从这边开始走。
块牧营地。第六天一早，从快林保线所出发。
家己四步。26.5K。抵达七埃山庄，
危险路段哦，人员容易坠落危险，尤其是在这一段，尤其是在走这个溪，那个旁边有个溪谷的时候啊，左边的那个都是已经碎石坡了，你在走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那绳子呢都是很脆弱的。那我们走完之后呢，后续呢有人在这边，应该我推测应该是在这边坠落的，所以说下次有人要走来这边的时候，千万记得要小心，非常小心。抵达天长隧道，哇，这个洞口好窄哦！刚好遇到天长隧道施工，屏风山出同门注意事项，第一点呢，出同门河床边坡破碎，要小心。第二点呢，天长隧道呢，它没有讯号，你接驳车请提前联系好再接驳的方式，或携带卫星电话。那我们这次的影片介绍完毕，那我们下次见面咯，拜拜。